大家好，今天是一个好日子，阳光明媚的。二叔，打电话的这，你要过来啊？我过来的呀，我到的呀。好，我哪门进呐？交通警察的大门呐。是吗？我进来之后往哪门走？那是交通警察。是吗？我在里头啊，我在里头。看啥的呢？你咋的？你们在一楼吗？你进大门，进大门。好，要得。今天是我堂妹的大喜日子，今天早上，所以说早上早点8点钟准时，到叔叔这里来，然后呢9点钟接亲的队伍就来了。我啷个给噻？继续，可以。你说的么子啊？
我爱你。给红包给你，给红包给你就是。先找啊，找啊，找啊。我讲，给红包给你，在那个人身上嘛。来嘛，你收嘛，爱国儿。我刚是不是告诉你了，我也不在意。